台大学19日上午举办国瑞汽车捐赠仪式，国瑞汽车捐赠台大学一台 Toyota Corolla 汽车，提供机械自动化工程学系教学研究来使用，培育学生成为学用合一的优质人才。我想我是从大业大学毕业的，那我一直知道大业大学的精神就是师徒制，那国瑞汽车当然也希望说在这个部分能够尽一份心力，那把提供最新的所谓的油电混合车给学校，那让在这个部分所谓的实务跟理论能够得以结合。国瑞汽车副理吴凡指出，国瑞从去年开始捐赠车辆给台大学，一方面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分享资源，另一方面让学子在学期间就能接触最新的车辆科技，提升实作的能力，培育更多优秀人才。对，今天非常感谢那个国瑞汽车把他们最新的 Corolla Cross 这部油电混合车来捐赠给学校，那帮学校在产学合作，在实务经验上面的一个学习能进一步提升。那在我们的一个实作场域里面，我们有这部新车的一个加入，我想能够提供给我们老师，给我们同学在实务与理论上面的一个实际，就是说教学方面能够更进一步提升。副校长也感谢国瑞汽车对车辆人才培育的热心，期待双方的产学合作提供更丰富的实作教育资源。台人新闻刘新孝采访报道。